那个 vlog， 我的新的 guest， 今天是 T G I M， 我们要去吃什么？呀，吃火锅。来带你们去看我们吃什么 ，Let's go！朦胧美，就是
那个来海底捞的 condensed milk。你不忍不吃辣吗？吃不辣。两碗都一样。不一样的辣度。你要这个吗？你会穿过。用这里比较容易拿。牛肉。你会期待吗？我这个比较解释完。我到底剪了什么？表情。嗯。超级多菜，滚凉，这个是瘦的，这个是三层肉，把锅把屁股，都说法好吃。之前就是你懂吗？每次在 Q 那个阿树啊，连每次就会看过来对面，每次找一个时间吃了，也就觉得树超火。对。很多人在跟你聊天。好像那个烟小了一点。刚才那烟。你的酱是什么？你的 recipe 是什么？我加咖喱。有些经过的菜的叶子都要
这里的水都是 can by can， 就看你要喝什么就点。好，然后我们要继续吃。Can our ghost talk？ 待会儿见。OK， 我们现在吃饱了，再点。十点半。我们聊聊到十点半。Then， 好吃吗？其实它这里的食材啊，肉还有菜也不错，对不？不会啊，不宽粉哦，那个很好吃，那个是水果店都做的，那个就是粗一粗的那种，不像那种面一咬就断的那一种，知道吗？哦，还有它的手工，这是我第一次哦的手工，而且它煮久了还不会硬，所以 not bad。连它的啊，它还有水。还有 ice cream， 小菜，不费，还有安妮的水。对，所以你们以后如果要来吃火锅，就是这种 rainy weather 可以过来呀。我们现在回家了 ，Bye， see you in the next vlog。Don't forget to like， subscribe， 哎，小铃铛。所以喜欢我们的 video。